德姐，这个废弃的 KTV 为什么会出现鬼影重重的传说，而且当地人都不敢靠近这里呢？原因就是在多年前，这家是一间废弃的 KTV。那听说这边之前有个小姐呢，在这边一样莫名其妙的被，因为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酒客呢常常喝酒乱性，他想要对这边的小姐图谋不轨，像我一样，不是我说，哥姐像你一样啦，像我一样靠腰啊，所以他就直接想要跟他来一发，但是被这个小姐狠狠给拒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客人只给他200块，你们塞了哥姐200块，喝水都不够，给我200块。然后这边的少爷呢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酒客给拉开，跟这个小姐给拉开。殊不知小姐已经在这边，跟刷的阿呀阿七赶快，不穿亏了。哥姐，这故事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也非常的惊悚。小鸡之前有来过这边拍过，他之前来拍的时候，有遇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今天晚上，不知道又会发生一下什么不同的事情了。各位前进。哎呀，喂，我操，这个门跟我没关系吧？我来就有了哈，不要开玩笑，想认账是？想赖账来认账，对不对？哇靠，隔间这边的椅子真的是非常任性的，给我倒头栽，他以为他木村倒头栽是啊，对不对？不简单哦。啊，哎呦我操，味道。你看当时他们的这个家具呢都没有去，都没有移除。诶，他们的布置，红色小布置，这写着什么挖哥啊，真糟糕嘞。什么写着什么，写着什么东西，献什么献？献什么神？财神到我的家，财神到我的家门口，财神到我的家门口。写字去好好写，哥姐他以为他毕卡索是啊，写字给我乱七八糟写，他当我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他外面是马路啊，所以就不好拍。他这边是一个废弃的 KTV 啊，看到没？还有这个亮亮的东西，哎、欸，阿哥姐，跟我来练武功，我来去破阴中，等我来练武功，林北京也衰了，对。我，可惜我讲真的，现在有营业的 KTV， 我没有办法进去，我有生之年也没有办法去，我操，你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啊，哥姐。对对，哥姐，你看这个沙发，这沙发移植到这边，不知道有没有做 special 的，他就给我一柱擎天的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哥姐，这个沙发现在是非常，这个沙发现在是非常好形容我的一部某个部分，就是我的心灵呐、啊，我的心灵就是像一柱擎天呐、啊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的趾高气扬，非常的骄傲高傲，对不对？而且哥姐，为什么他们都要做这个房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而且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孔？难不成他是等人家来俩高吗？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有孔？这个而且这个孔，你不觉得这个孔很奇怪？为什么他要在那边做这个孔呢？对不对？跟他阿弟的，他开玩笑。可是有病是不是？有病要吃药吧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之前做八大的，因为我感觉好像是做八大的，好不好？如果是拍谁哦，有小姐姐吗？有小姐姐的话，请你接受我一片心意。今天我没有结婚啊，不是，我说我哥姐超伟大，今天没有结婚想冥婚噻，这边有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他真的每个孔都装这个嘞，拍谁哦？我靠！靠边有东西在，有声音呢。可是这个是什么？
对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我看一下，我还是救彩衣。啊！我操！我我死壁虎！看我有没有错起的这个力量！哎！我操！不懂，他不会的，怎么那么像我金虫的友啊？不是我说，对呀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点歌机啊！你哥企业有限公司，我你爸的，你哥，你阿伯阿叔，三叔公三叔婆啊，你阿姨啊，你哥，对不对？你跟我也很熟噻，你哥，对不对？哥就他以为他跟我很熟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你阿黑啊啦，你是我阿黑啊啦，对不对？你哥嘞，哥就我的贝哥哥嘞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你哥嘞，很熟，哥就跟他很熟，可是为什么？可是那个是 KTV 的唱歌系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唱歌系统会有这张床？隔间还要问吗？你们是没见过世面是不是？我相信线上很多男生都有来过这种地方，只是他不方便承认。有来过的男生哪有？我们老老实实的面对自己的本身的自己的谎言，不要给我讲，不要说谎。不回答的代表你说谎。有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？他可以让你边唱歌边在这个床上跟你的那个，就是那个。拉拉还是艾拉还是娜娜，不是我说，可姐不要开玩笑，有来过吗？可姐该不是可姐生前来过啊？不是开玩笑，可姐不是讲错讲错，不是生前，可姐我说可姐以前是不是有来过这个地方？以前啊，可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拍摄怠慢了啦。哇靠，后面的车呼啸而过、啊、对不对？哇靠，他外面是马路，不能掰。他这边做个暗门呢、欸。诶，他是被割破呢、欸。对不对？你看他这边做个暗门过去，那暗门过去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你看诶，隐藏式暗门呢、欸。他被我发现啦、啊、他这边贴什么东西？欸，他这边有贴这个纸钱呢、欸。可惜他后面好像有发生事情呢、欸。是什么东西？苏查哈尔灿，苏查哈尔灿。可惜你知道这梗吗？不知道就算了，不知道去看周星驰。怎么可能？胡辣吗？拍谁有人吧？为什么这上面要贴两个纸钱？上面写“苏查二三”。小七之前来过这个地方，我很久一年前来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？之前来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个女生在唱歌。那时候我问老师说。我都会把我的影片给他看，他说怎么有女生在那边唱歌，他说可能是隔壁人家那个声音，隔壁人家跟人家跟他老公那边啊啦啦啦啦，两三三两三，你请我请送你上山头，晚上我就回家请你吃鬼头，送你上山头请你吃鬼头，我送你上山头。隔壁唱味道，隔壁的人会唱这首歌吗？你看我就跟你们讲，有人能偷天线，对不对？好手好脚不做，跑来偷天线，偷天线会致富噻。你不跟我讲一下，隔壁偷天线有比较好做的话，我就偷天线就好，我干嘛来这边拍探险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我靠！你看，你透过玻璃就知道这边的味道很难闻，但是我还是想开一下。你哥姐你自己开啦，自己来开啦，那么臭还叫我开？现在你长得很臭。哎呦，更有水！我最卡在讲嘛，你娘嘞！
给你改爬点锁子啊。我都挺干净的。那、啊、你最看他干嘛那傻傻的对不广了广进啊，那是说不认识对不对，这边没有断水的。哎靠，这种黄黄的咬泥鸭托。看它水黄黄的嘞，一开始白白的先。有点像你爱过的尿，不是？看那么黄黄的，怎么办？哎，这个黄黄的嘞，哥姐，你们是不会阻止我的，是不是？赵军，我想跟他退钱。他这已经是那个新的东西啊，哎呦靠北，哎五郎吗，哥姐你没有看到那个吗，一个女生站在那边，头上好像他戴眼镜，头上好像戴一朵花，他耳朵上有个花在那边啊。哎，你是住在这边的人吗？他耳朵上有个花，有看到前面吗？耳朵上，好笑嘞！前面那个女生的花怎么在我耳朵上面？给你三八噻，没有，前面没有人。我靠，他连这个酒杯都可以续杯，不简单哦。这酒杯可以续杯哦。哎呀，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他这边应该是柜台啦，大门在这边有没有？哦，他的大门进来之后，这边是柜台，就是客人点。点台的地方，我是要唱歌的地方，然后从这边进去啊，从这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哥姐他，我觉得他们柜台做的蛮可爱，就是因为说客人进来了都已经要找钱了，他还在那边洗手吧。我操，哥姐，你有看过人家柜台做洗手台的吗？这不太先进？你因为这边客人一定不会进来这边，对不对？这边一定是死路，已经卡了，所以客人一定从那边进来，对不对？客人要给钱，你还在洗手吧？我操，这钱是多脏！哥姐，他这个钱进来都全部都要把钱洗一洗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嫌钱脏还给我开门做生意？应该啊，但是这边没有断水呢，对不对？遇水则发噻，有道理。这个柜台不简单哦，哥姐，你没有做生意的，你们的柜台会做洗手台吗？哎呦我操，我真的冲他洗，我冲他洗。哇靠，那边应该就是小吃店的感觉啊。哎呦哎五郎吗，好悲的，你没有声音，你没有声音，那是什么声音？隔天那超灰大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哎，我老婆。超伟大！上次我听到女生唱歌，上次我在里面听到女生唱歌，这次听到里面有人在叫，赶快打歌了。刚刚有听到有那个是女生还是男生？绝对是女生的歌，就刷爱心，刚好唱到高音的地方。
近一点，爱就开始煎熬。哎，可是有道理嘞，大概那个高音是不是？我觉得他高音处理的方式没有到很圆滑，必须说修再做修正修改一下。你看，平常我们的爱是开始啊，对不对？他那个高音的地方，不好意思哦，那高音的地方处理的不是很好。我们线上的粉丝有一位，这个是叫什么名字？我来给你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周哥，我们这个周哥呢，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好声音的评审啦，人家叫他一声周哥啦，我们线上的粉哥姐都叫他一声周哥。好，那我们周哥刚才有讲说，你那高音处理的地方就不够婉转，要圆滑一点。你刚才有点类似这样。我们周哥说你是没有吞跟当广友混噻。哎，大姐，不是我们聊了那么久，相见甚欢呐、啊。阿纪啊，好不好？我问你那么多问题，我们的周哥问你那么多问题，你至少好歹回忆一下。周哥，不好意思，周哥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跟他我好好谈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的脾气先收一下，不然你每次都这样发脾气，我没有办法、啊，好不好？周哥，等一下，周哥，你不要再骂了。哎，阿纪啊，拍摄，赶快，我周哥快生气了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周哥，你叫陈建州是吧？哥姐，不要开玩笑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。刚刚有女生在叫，你们以为这边是超级星光大道，对不对？那里面真的有人在叫。操林丹，你们遇到这种叫声，你们还给我开玩笑说这边是比歌唱比赛的，是不是？欸，不好意思，我该开玩笑的，请问有人在吗？操林丹，我真的好臭哦，里面，看周哥放屁噻，不是，我说，看这里面很臭嘞。哎呦，我操你大这个走廊啊！阿姐，那是讲你不欢迎我的话，你来叫一摆。哦，操你大爷，怎么有蚊子啊？怎么有蚊子？我开始真的，可是我讲真的。我刚才是真的听到有人在叫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。我讲真的啦，我刚才开玩笑归开玩笑，但是恐怖的气氛还在还给我啦，好不好，卓哥？对不对？隔间你们再不把恐怖的气氛还给我，你们天花板可能会变这样哦。隔间天花板变这样子，你家楼上面是住谁？你们家楼上面是住相扑选手是吧？对不对？还是你老公住上面？不是我说。看里面真的很臭，它里面真的有股味道，你知道吗？它里面真的有股味道。我先把这边带一下。它里面真的有声音，除了领钱换钱找会计，有其他事找经理。啊，哥姐，有没有其他找经理？他有事找你呢。这什么烦？麻烦？操你的写字写字这么有艺术，也不简单的哦。各位美女啦，哥姐，各位美女啦，穿包鞋扣200，这么抠？吃槟榔扣200，有吗？玩手机扣200，为化妆扣200，哇靠，哥姐他真的很严格的哦，对不对？要穿连衣会不会扣钱？这个名牌放在这边的，应该是以上四个都翻过，对不对？可见我们叫小雨的。7月5号前夕向确定有要留的，关我屁事噻，对不对？我来探险的，我要给你看看。
哎，五郎妈，我问了很多次哦，不要让我问第三次哦。啊，哎，我问了很多次了，你不要让我问第三次哦。有没有人在？你好好回答我。我们朋友一场，你好好回答。啊，我操你妈！他是回答我，屌你啊！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有你有在是不是？我被吓到了，等一下，他第二次的好像刚有上去，我找回他，我都是跳着在叫，我都是跳着在叫，周哥在不在？周哥，周哥他第二次转移还 OK 吗？我真的哭笑不得嘞，有点感，我真的会怕，等一下。你看这边都脚印呢，他前面全都脚印呢，但是这边有人来过吗？有人在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捡资源回收的，我等一下要拖那个宝特瓶去卖啊，我要拖很一箱一箱的宝特瓶，你不要再叫了好不好？你再叫我用这边夹你的黑枣哦，五郎吗？不要笑场了，白痴！我跟你不要开玩笑了，不要再笑了，这个恐怖的气氛要回来了。你不然这样子一笑就不恐怖了。一下 ，Action！ 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不是故意要到这个地方打扰你，是对不起。我真的很恐怖，我也是为了生活来这边拍影片，我真的很紧张。请你不要搞黑鸡啊，好不好，周哥啊，不是你哪位？我是他们休息室的地方啦。哦，他们的车怪怎么？哎，这不知道是哪位小姐的嘞，对不对？可见你们穿那么高的高跟鞋是不会拔到。我讲真的啦，哥姐，哎，我穿那么高跟鞋这样子嘞，我讲真的，哥姐，你们穿高跟鞋可以，但是你们要练习一下。你不会穿的真的要练习。如果你没练习的话，你知道穿高跟鞋你会变阿给啦，真的啦，哥姐，不要开玩笑。所以我觉得穿高跟鞋的哥姐真的是女生哦。非常的伟大，不会痛在。对，拍谁啊？给他菜吗？不要开心，不要开心。他吃到很多蜘蛛网啊，所以他很久没。哎，我操！我这匣子还在我手上。请自行打扫保持清洁休息室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来到这边，算是他们，因为那应该你看，哥姐你们看到最后，他那边应该是到底了，应该后面应该是不会有东西了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他们这边的 KTV， 他后面应该就是，哥姐你看哦。他这边左右两侧应该就是员工的休息的地方。
他后面那边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他这面墙是隐形的墙壁，有没有？那隐形墙壁我们盖看过的地方，隐形墙壁后面呢，应该是付更多钱，解锁更多功能的地方哦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如果你们有去过这种地方，小七今天带你们来一探究竟，不简单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靠背的。跟他一直叫哎。哎，五郎吗？跟我不要吓到。猫咪是不是？是猫啊。哥姐，你们家的猫会叫吗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们家的猫这样叫，它是照三在给我打。林北困到几困，林北阿姆西困到几半。哦呦，你娘那边塞了，是吓人给叫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家的猫会这样叫？侄子冲进去叫的比较大声，我、okay。有了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我不是没这么没礼貌的哈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不是我不是我愿意这么做，是有人指使我这么做的，有人教唆杀人，这个人是姓吴，我不方便讲名字，我怕讲了会得罪他，拍谁，哦，我不是故意的哈、哦，开玩笑。回头哥姐不要开玩笑了，我是被你们害死哎、欸！你们哥姐你们，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像土地公赛有求必应赛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吴小姐，这字体的吴小姐，你该我帮你估价一下，300块，请私信粉专超灵的。但是那个叫声我不知道从哪边传来的，他这边已经很都没有，我从上次到现在应该没有人来过，你看全部都自助房，你看。这蜘蛛也很有个性呢，哦，他吐了一个101大楼起来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他这边垃圾都不见了，该谁在叫了啊？是谁在叫？啊？谁？来，谁来？哎呦，我操！超灵太超级的，还谁哦？五郎吗？怎么可能有人呢、啊？啊，你慢慢喝啊，喝不够再找我，再找我我不会理你。他这边应该就是那时候他唱歌的地方，真的，他这边应该是他们大厅。哎呦，靠一下隔间，你们要上吊是不是？大厅的位置啊，象腿姐姐，象腿姐姐，冰董，隔间冰董会不会吃饭吃到一半冰倒，对不对？大炮是有多大？我操，哥姐，哎，哥姐，这边小姐的名字真的是不简单呢。那个不好意思哈、哦，我来这边点台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大炮姐在吗？对不对，哥姐，大炮哎，抓紧抓抓倒大炮，抓紧跑，对不对？不简单呢。哦，这个是刚刚那个啦，吃槟榔罚200块那个，那个我认识。磊磊，
一个比较正常的名字出现，不然真的有小姐叫大炮的。他这边资料可能不太能拍啊。拍谁哦？不好意思，刚刚有打扰你的地方，这边跟你说声抱歉。请问这个地方有人在吗？如果有人在的话，你再叫一次，我看看。五郎吗？可是什么意难忘？我不知道意难忘是什么。你那应该是你们那个年纪会看的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不能拍啊，超伟大。情难梦，夜夜想你啥路用？明知也结局是悲伤，嘛是对你痴情难梦。Anyway。明知呀，结局是悲伤，多情啊，情爱波浪，尽情葬送。哥姐，因为我不会唱歌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少林的异能，我从小看我打，不要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感情注定，你甲我今生今世不愿再相逢，情难忘。开始有两个。今天好像没有遇到什么事哦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讲真的，这一栋 KTV 呢，他以前我来的时候，我遇到什么你知道？我遇到有女生在唱歌，她好像是唱一难忘，不是？那是我唱的，靠腰那边塞了。然后我记得哦，对，可是我记得是有封锁线不见了呢。我记得是有封锁线呢，啊，最里面那一间呐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个小姐，那时候小姐被残忍杀害，那就是在里面那一间。那我记得地上都是纸钱。然后那时候我在做空拍的时候，我还被推，可就有印象这集的，可就打药。我开始头晕了呢，真的，而且我们刚才一直听到那个声音。可就你们相信这世界上有灵体吗？真的，你看，连这个梯子都没有搬走，所以他们之前这边应该是有在整理了。对，最后一间呐、啊，就是那一间呐、啊，在我的里，那这都空的。哎，拍谁啊？最后一间有人吗？哎呦，开的哎，我记得上次是关的哎。五郎吗？哎，地上都纸钱呐、啊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是去年来的那一位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打扰到你。好、哦，如果有打扰到你的话，你出声音，好不好？我就马上离开。拍谁？不然你关门看看好不好？有人吗？我要进去哦，哦，你不要突然关门，我会紧张，好不好？听话，小童，他那个名字叫小童，我记得，小童姐，
哎呀，地上都是钱，我冲回他。五郎吗？喂、欸！我操！我靠！别！靠别！可惜他不欢迎我，操！我连带了，他直接叫起来，他直接叫起来。靠！继续跟他。可惜他不欢迎我，还拍一个这么上班的，拍谁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不可以让我进去一下下就好？猫咪的叫声很像猫咪的叫声，这次有点像乌鸦的叫声。葛姐，你们当我这边是动物方程式是不是？乌鸦、猫咪，等一下后面有大熊、bear、rabbit， 对不对 ？dinosaur， 还有什么？对不对 ？hippopotamus， 你别塞我，葛姐到我这边动物园山啦！什么动物都有，我操！我隔壁拍谁啊？我看太大声了，我真的被吓到。看他就他就在耳边旁你旁边尖叫，可是你不会尖叫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说你阿呀，说你阿呀，林波哪是你敢？你哪是跨林波北送？你跑到他耳边尖叫，你看他会不会叫的比你还大声？对不对？可是不要开玩笑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说你阿呀，你去你老婆耳边尖叫，对不对？他的声音保证比你大声之外呢，你脸上会有个巴掌印，我不要开玩笑。深山十大猛虎之一，你也敢得罪？而且哥姐，我为什么叫的比他大声？是因为刚刚有个吴小姐叫的比他大声呗。那个吴小姐在吗？我忘记你名字是什么了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不是故意要叫的比他大声的，是我受人所托啊，对不对？吴小姐，你出来背这个锅。不好意思，只能拿你出来当垫背。拍谁哦？好，对不起，我来拍影片而已。我是去年那个啦，你忘记我了吗？我小鸡啊。我是去年的那个人。我是胆。叫小鸡，胆小鸡。你确定是吗？葛姐确定是猫，是猫的葛姐打是，绝对不是打不是。再回答，哎，拍谁？我是去年那个哦，我刚才也问你说，你不愿意让我拍的话，你再叫一下，你是猫吗？欸，你不要再叫了，我真的被你吓到。还是那车是猫？喵，喵。喵。没有猫啊，可惜超龄带啊。可惜没有猫，但是我等一下真的会一群猫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再叫的话，没有猫。哎，五郎吗？这边。五郎吧。哎呦，超回答！哎，看里面有人在洗巴拉嘞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想玩一下。西巴啦！看到底有没有人呢、啊？喷谁啊？五郎吧。我又听到你在叫我小鸡，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昨天小鸡去探险的时候，我在 YouTube 开的时候也听到你在叫我小鸡。我听到你小声，小鸡叫，小鸡，小鸡叫，叫一声。等一下，我怕，我会怕。我现在只要听到有人叫我小鸡，我就会怕。可见你们知道那一天。我跟艾婆去大圆白吃饭，哦，我就吃，我就吃，大圆白吃饭。好，我刚才回去吃到一半，突然有人叫我小鸡，我一下子我就该躲到桌子底下，我怕有人来打我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哎，小鸡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是粉丝，超级，我差点那个粉丝差点给我扁，没有，而且你知道我有阴影呢，探险到了一半，人叫我小鸡，我就被打。我在吃饭吃外面，连叫我小舅，我吓到，我就跑，我就躲在桌子底下，艾博在看我、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先生，陈先生，请问现在地震是不是？就好意思粉丝，吓死我了！现在人家听到我叫我小舅，我就会怕。不是呀，这次我真的没听到，可惜你们知道为什么没听到吗？因为我该胡乱的，哎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开玩笑，这条直线，这条直线，这条直线的，这条直线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被人踢到，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好，我是去年来的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又咖喱叫了，拍谁拍谁。好、哦、不好意思，你看，一堆纸钱呢，哦，哥就不用心疼啊，靠腰啊，我现在都已经看淡了，没事啊，对不对？我想说被打也好，促进血液循环多好，对不对？哥就跟你讲，被打。虽然有委屈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那一天晚上我不用吃硬价果油，因为血液循环突然变得很好，真的，脑神经原本康康，跟刷电脑一样，刚刚康康，被打被踢一脚在脑部之后，我操，我跟你讲，我茅塞顿开啊，茅塞如开啊。有人讲话、啊、不好意思，小东西，不好意思，给你背机啊，拍谁拍谁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哦，因为刚才有人听到讲话声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不好？可是他这边真的是景物依旧，人事已非呢，
我记得当初我来的时候，它的格局不是这样子，好像有变过呢。真的好像有变过呢。啊，拍谁拍谁，小东姐姐上棒赛底，拍谁哦？掐针公五郎蝶棒赛吗？哎，有人踩鞋，有人踩桌子哎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哦，那马路啊，靠腰，那是马路啊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，我觉得我要赶紧离开这边，不是那感觉是怪怪的，请他自己到后台加购，靠腰啦，啊，不是不是我讲的。小童姐，不是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看我用了隔间超灵呆的人鬼殊途，你当有名字，我叫我找钱，我怎么找给他？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隔间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不要乱讲话啦。哦，不是我讲的哦，是那个，肖先生，肖先生，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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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见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，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。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可见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。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